真过瘾呢，家人们啊，一会儿再干一口啊，开路。哇，
真香啊，咱们，嗯。点点红心，点点关注，家人们啊！自己包的，还有叫猪肉芹菜的，最近胃疼，接了一个电话，刚刚老师打电话，就是说，没找到孩子，孩子放学了，没找到孩子，就是孩子平时放生活园的嘛。然后他那个，我后来又找到了，说是他妈妈带他去买东西去了。我都说他了，我说他一顿，我说你没事的时候，你跑到学校里面去带孩子干嘛？脑子不好，真的，气死了，我都吓死了。你都离婚了，就让我们姐俩好好生活就行了，一天到晚去惹孩子，烦死了。上学让他好好上学，一天到晚三天两头去惹他。我跟他说，我说以后你别去找孩子了，他没理我，他就给我电话挂了了。真的被他妈气死了。